哎，班主，你这边去出阵啊？你今天跟他们去出？对啊，跟阿狗一起，跟阿狗一起。啊，你在哪里录啊？这里啊。啊，你怎么怎么现在才遇见？怎么样？你我都在那边啊。我早就发现了，好不好？我在椅子上嘛。我在椅子上。我早就发现了，好不好？他都没发现。有点，啊，太多人了，太多人了。说了很多，大哥，我们都办不到。你现在才发现？哎，对了，我们早就发现了，好不好？那个是一个人，一个人。那你中间有去录，有去那个吗？有去跟庙录吗？有去五灵堂。在五灵堂先看的。哦，在五灵堂。你头几来啊？哟，头几来啊？跟马古走掉了，然后他把他带对下台，然后呢，他们说扛在这里，然后再从梯子高上去，因为他一个人，这个一个，就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是因为他甩的时候就真的对，所以他一定要甩，对他一定要甩，他身体一定要这样，对他一定要这样。
要去。